一大群游客正拿着手机目击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，一只熊猫宝宝爬到树上怎么也不肯下来，于是四五个奶爸奶妈拿来梯子，决定爬上去把它给摘下来。眼瞧着奶爸真的爬上来了，这个熊猫宝宝还是有点慌了，他没想到人类居然发明了梯子这个东西，看来自己苦练已久的爬树本领现在成了十足的鸡肋了。你别笑，虽然有了梯子，奶爸轻松地爬到了树上，但面对这个不肯配合的小家伙，想把它弄下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每爬一梯，小家伙就把自己的头塞进梯子里，用自己的大脑袋卡住来拖延时间。起初因为越往上梯子的空隙越小，所以小家伙的计谋还真让他得逞了。但是随着慢慢往下移动，梯子下方的空隙越来越大，小家伙的大脑袋也填不满，于是很快他就被带到了下边。熊猫宝宝肯定第一次有了一种头到用时方恨晓的感觉。可爱国宝爆笑解说每天更新，关注一下，今后你就是有熊猫的人了。